没有得去旅行，没有介绍旅酒店，噔噔噔噔，我们就来做一个开箱，这样赌了、啊，是吗？嗯 ，OK OK OK， 啊 ，OK， 我老婆讲太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洪亮，之前我可以称自己为旅游博客，现在呢，甚至是不能去旅行的，没关系，我们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大家分享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消毒水，一般上市面上卖的很多都有些什么有 KKM 啊批准的啊，或者是可以消灭 COVID-19 啊，或者是 COVID 啊消灭很多的病毒。哎，我们身为消费者，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，哪一个是好，哪一个是有试验说它已经是可以杀灭 COVID 的，我们真的不懂。我就做了很多的功课，看了很多的报告，我就选择了一种来推荐给大家。来，今天来给大家看看 Asylia。大家只要是 Asylia A-S-Y-L-E-A， 你们就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它的信息。然后呢，是不是确实可以杀到 COVID-19 呢？当然这些报告里面呢全部都有证实到哦。当然它推出的款式其实很多啦，但是很多是我自己都不需要的，所以呢我就买一般家用一般人所需要的啦。 OK，首先我们就看到它这一瓶 500ml 的，这个我就买了两瓶啊。然后它好处呢，就是你买的时候，它就会给你这一个一支东西 ，OK， 它一瓶就一支咯。它的水呢，它的成分呢，其实和大瓶的五 liter 呢，其实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买了这个小瓶的过后，你可以买这个大瓶的装下去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很多瓶、很多罐子的话，其实你买一个五 liter 的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它的喷就是这样哦 ，OK， 可以看到吗？然后呢，它好就是它是食品级的，即使喷到你的嘴巴，你吃下去的话也 OK 没有问题，喷水果也 OK 的。然后就有人问我，哎，我们是可以买来洗菜的嘛？你要洗水果的话，你去买洗水果的剂，会价钱会比较便宜。拿来洗菜 ？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就我觉得就真的是有点会心痛了。对我来讲，我也很心痛了。当然，钱如果不是问题的话，当然没有问题啦。这个呢，我就觉得说，你可以买来喷喷你。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误会，就是说，我用这些消毒水，其实就是一抹了过后，或者一喷了过后，其实就是可以杀菌。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方，是不正确的啦。其实我们买的时候有分为两种 ，OK， 一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会买 alcohol。就是有75%的 alcohol， 另外一种就是无酒精。我现在介绍给大家，推荐给大家就是无酒精的啦。无酒精和 alcohol 其实有什么差别？很多人大力推荐要用 alcohol 75%，因为 alcohol 75%可以在15秒里面 ，OK 杀毒杀菌。如果你用无酒精的话，你要用多久来杀菌 ？OK， 比如讲，我的细菌在我手上 ，OK， 我喷了之后，还用几久还杀菌？5分钟。我相信5分钟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动我们的耳朵，动我们的眼睛，动我们的皮脂。其实那个细菌呢，其实早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了。所以呢，也就是为什么呢，比如说政府啊，或者是一些专家都建议用 alcohol 75%。然后呢，市面上的最快的呢，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会使用 Asylia。OK， 为什么用 Asylia 的话，就是它是可以用一秒来杀。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用嘴巴讲，当然我也在介绍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去看了一个报告，确实它可以真的是用一秒来杀菌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去Asylia 的一些澳洲的网站或者是马来西亚的网站，可以去查询到这一些资讯啊。当然要省钱的话，五 liter 是最省钱了。它的五 liter 我买的时候是138，然后500ml 是39，所以大家可以算到来500ml 的话会比较贵。但是如果是你拿大罐去 refill 的话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价钱就便宜很多啊。刚开始的时候喷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水，但是就好像抹掉这样，抹 OK 就可以了。然后喷到衣服的话，就是这样稍稍就没有问题了。之后呢，它还有卖这一个小瓶的，还是有一个配套。然后这个配套呢，就是有这种，看到吗？我们一按了过后，它就是一喷，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杀菌。手脚、头发、脸部也可以哦。然后婴儿啊、孕妇其实都没有问题哦。通常呢，就是我们出门上车之前，我都是会这样喷，然后喷整身，然后又很方便啦，就小小瓶而已。如果你们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呢，其实你们可以看我的文章，或者你们可以 follow 我的 Facebook， 也可以 follow 我的 YouTube。然后里面呢，我会写得更加仔细，然后让大家了解得更加多。OK。
我老婆讲太多然后说不要讲然后就是接下来呢，我会介绍更加多好玩，好玩应该是暂时是不能了。接下来我就会介绍更加多开箱，我会开箱更加多的产品给大家看看。大家记得 follow、like 和 share 哦，拜拜。